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成慧师论述记开始讲这个无心无畏。首先是讲无想天，所以是从1443这边，但是我们上礼拜是已经解释到了这个1447，但是呢，论文是从1443这边，我们把它复习一下。啊，1443，无想天者，为修彼定，彼定就是无想定哈。厌初想力生彼天中，为不恒行心心所，心即心所，想灭为首，名无想天，故六转世于彼皆灭。啊，这是通说啊，于六转世，第七、第八没有哈，就是只有到六世，然后呢，下面就分成这个三师，对于这个无六世有三种说法。1444呢，第一师呢是说啊，彼天常无六世，圣教说彼无转世故，说彼唯有有色之故。又说彼为无心地故，所以用这样来证明一期的生命，整个无想天一期的生命通通都没有六世，因为有这个有瑜伽论，有对法论，有显扬论，有五蕴论，都这样的说啊。那可是第二师的说法1445，有意彼天将命中位要其转世，然后命中彼必起下润生爱故。所以呢，有别于第一师的话呢，就是说好，那这个生到无想天都没有第六世，但是呢要命中的时候就会有起来，因为呢一定要有一个润生爱，让他呢那到别的地方去转世啊、哦、然后证明呢教理的证明呢，引用于伽师地论说呢，后想生疑，是诸有情从彼莫故啊。那这一段话呢，就是在1446啊的第一行，他说呢是《瑜伽师地论》56卷说的啊。然后呢，然后1446的论文呢就会通说没有错，论一般的论呢都说呢无想天无转世啊，然说彼无转世等者，依常识说。非为全无啊，那什么时候有呢？就是他说的命将终的时候就会有，然后才去转世，这样子。这是第二师。那第三师的话呢，那不是命将终的时候，是刚刚升到无想天的时候啊。所以呢，你看1446啊，对，最后五行，有意生时亦有转世，彼终有必起润生烦恼故。这个中有就是要升到无想天去的那个中阴，中阴中有生啊，他一定会有润生烦恼，然后呢才会到无想天。所以刚刚去的时候也是有转世，六转世，然后加上呢前一师第二师说临终的时候也有转世，所以变成是前面有后面也有，这是第三师啊、哦。然后呢这个1447呢啊的第四行，如于本有出必有转世故。这个于呢就是于天啊，不是那个演艺人员的于天哦，是其他的天都刚开始升到那一天的时候都还一定有转世啊、哦。所以无想天也是一般的凡夫外道天哦，所以刚刚去的时候也一定会有转世，不是只有临终的时候会有，刚刚去的时候的本有的开始也会有转世、哦、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他就我的论点是有瑜伽论的依据啊。瑜伽论说这个就是12卷，瑜伽师地论12卷，若生于彼为入不起，其想若生从彼莫故。所以呢后面那两句其想若生从彼莫故，就是前一师说的临终
啊，要临终的时候会有响声起来，那这响声起来，然后呢就从那个地方呢，这生命就结束，啊，到其他地方去转世。那前面那两句呢是生到无想天，啊，所谓的为入不起，什么意思呢？就是1448，他说呢彼本有出，彼就是指无想天。一开始生命的开始，那个本有的开始，如果一开始没有转世，为什么叫做为入不起？哦，意思就是说本来有，然后才入无想，先有后无，才叫做呢入无想的状况，啊，就不起那个想，为入不起，不起是不起那个想，哦，所以如果不是刚开始有，然后呢就入先有后无，怎么能够叫做入呢？啊，好，以上这个就是三思不同的观点。那么第三思呢，就如同刚刚不是刚刚上礼拜我们引用《首楞严经》的经文去证明啊，初半劫跟后半劫，刚刚出生的半劫跟寿命要结束的半劫，通通呢都有想，都有第六识啊，只是初半劫呢是慢慢慢慢呢变没有，然后后半劫呢那个慢慢慢慢生出来，所以呢生出来寿命就尽了，这样子。所以合乎第三思，合乎首楞严经的说法啊。好，这个是大致上的意思。现在呢就是1446第三思这边啊，1446最后四行，我们再把它数记的补充说明呢再看一遍哈。第三是说末后有心同前第二，所以要寿命要尽的时候有转世，这个一样跟第二师是一样的啊。那么所解为论亦如彼说，就是为论的部分，就是说那论上面不是说无想天都无转世吗？所以这个点解释这个点跟前面的说法一样，也就是那个第六行1446第六行啊，一样都是一常识说非为全无啊，差别在哪里呢？为出生有心与前思别，前思是出生就没有心，是要临终的时候才有心，所以第三思跟第二思的不同就在出生就有心啊，与前思别啊。那所以这边的用词呢，说生死亦有转世，那个亦就是呢同死的时候，所以才用个亦啊，这个出生亦有事故，这个亦死时也，跟死的时候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引用上座部这个说法呢，就是呢上座部也有这样的说法，生彼中有亦无有心啊，要升到无想天去的中有也无有心，恐此前思亦作此计。第二思呢也同意上座部的说法，故说啊，上礼拜呢就是你可以加个谨，故谨说中有末后有心啊，所以这个是要升到无想天去的中有是无心，但是呢如果是中有啊，还是后面才有心啊。那大圣为师的说法，中有还是放在那个十二缘起里面的生老死那个生啊，故彼中有末心，必起润生烦恼，故无想天亦有心啊。彼之中有，彼处设故。所以那个中有就是要升到无想天去的那个中有啊，他一定有润生烦恼，所以这样子的中有就算在那个末心彼处，就是呢中有末心，就是1446最后一行那边写故彼中有末心必起润生烦恼，所以这个时候的中有就是会有末心。那末心的话呢，引用对法论里面说的，对法第五卷说的
也是为染，啊，也是染心，所以就等于有润生烦恼。好，那现在呢，要来讨论本有，啊，不是讨论中有了，是本有有心，做一个量，啊，那那个量，你看那个科判啊，今天仔细看才知道，哦，那个科判已经写出来了，以本有为喻，应该是说以于天其他天的本有为同喻，所以无想天的本有一开始也一定有转世，所以这才叫做呢为量云。所以呢，这个第五行一四四七第五行，此一说言，彼天本有的初位必有转世起，这是中啊。因呢天中本有之初位故，凡是天中本有初位都有转世，如同于天去本有初位，法尔受身必出游六世。啊，这两句话他把它弄成另外一段也是说得通，但是呢默学上礼拜说呢，最好这两句话还要搬到前面那一行的下面，这样的话我们看文章的人比较看得懂。那为什么说也不用搬也说得通呢？因为他用的就是力量的中音喻，在讲同喻的话，只要用如于天去本有出位就好了，哦，不需要还要去说明啊，于天去本有出位必有转世，是的确不需要说明啊，哦，所以他这样分段也有道理。我后来想想也对了，因为他前面不是说要力量吗？所以力量就是只有中音喻三段嘛，啊，那个如于天去本有出位就是喻嘛，啊，那只是说，于天去本有出位是怎样，就是后面这两句法尔受身必出有六世，那比较难懂的就是此非身有，这样子的六世呢的有六世。不是身有，而是呢，本有出位，所以这个就是名词上面我们一直没有搞得很清楚的。所以上礼拜有讲，今天再讲清楚一点，我们真加深印象。所以上礼拜提供的资料呢，就是说总共有四有：实有、中有、身有、本有。哦，实有是指临终的那一刹那，哦，然后呢，介于今生跟来生之间的那个叫做中有，啊，然后接下来呢就生有了，啊，这边写的出生的最初、啊，或者是呢最初投胎的时候，如果是胎生的话，最初投胎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本有就是呢从第一个生有到最后的实有，中间都可以叫做本有，总共四个阶段、哦，所以为什么这边会强调本有，即使是天啊，天的本有初位都一定有六世，但是呢他特别强调是本有的初位，不是身有的，哦，他这句话是这样，此非身有，这边一定要句点啊，哦，因为他是要去解释法尔受身初有六世是本有的，不是身有的，哦，所以书义眼这边，哦，他就加以解释，论受身初必有转世，此非身有，他也再重新强调一下，窥基大师的意思就在这里，不是身有有转世，而是呢本有的第一念啊，所以总共一生分三有：身有、本有、实有啊。这时候不去讨论中有喽啊，身有、本有，到最后死了实有啊。那身有呢？如果是胎生，出一念脱胎死，身有；本有呢，就是呢，
第一念的脱胎的身有之后，第二念已去，终至百年，都叫做本有，实有真在死的时候，啊、哦，所以这句话说此非生有，意思就是说，这边讲的凡尔受生必有转世，是出生有时一念未起，啊、哦，至本有初念时方起，所以这个转世。这个此非生有的此，这个转世是在生有一念转世未有，而是到本有初才有。生有的时候没有，强调生有一念未起，本有才开始，本有初必有转世起。要分得这么细哦，分得这么细哦，所以法尔受生必初有六世，不是生有就有世，而是生有之后，生有已去的本有初位，才叫做初有六世。所以要站在本有的初念有六世，不要去说生有的后面的第二念。所以你看窥基大师的文字就写特别强调位在本有初位，不是次生有后的第二念。你说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立基点不同，你立在生有的确会有六世，是在生有之后，等于是生有是第一念的话，有六世是在生有的第二念。但是今天讲初有六世，这个初就要站在本有的立场去讲初有六世，所以他才说不去讲次生有后第二念有，而其实第二念其实就是本有的第一念，第一念是生有，第二念就是本有。所以初有六世的初是指本有的第一念、哦、所以对着生有来说，初有的第一念等于是生有之后的那一念，但是现在要讲初有六世，不是站在生有的立场去说，是站在本有的立场去说，意说六世此生有初念还没起来，所以这个蓝色的字没有错哦，跟你强调生有初念没有起来啊，这个这边生有一念未起，是本有第一念才有。你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要对比那一个卵生，这边讲的是胎生，啊，现在用的是天界，所以他之所以会下面会去再去说明，就是这个道理。哦，我们先把窥基大师的文字啊，再给他重新强调一遍啊。你看，这边的初有六世是在本有初位。不是生有后面的第二念，而是我上礼拜就是说你加两个字就更清楚，而是本有的第一念。所以一起本有生三分分之第一位名初位，所以完全是站在本有的立场去讲初有六世。如果你没有这样特别去定义的话，暖身等本有初念非必有意识、哦、你说胎生是生有没有意识 OK， 可是暖身的生有的初念也不非必有意识啊、哦、所以这里面他为什么要把暖身特别排除掉，就是前面要界定这么清楚的意思就在这边，你不把它讲清楚啊，
胎生是如此，那现在讲的是天界哦，天界跟基本上更不是胎生哦，它是化身哦。所以你如果没有把本有分得很清楚的时候啊，牵涉到胎生，牵涉到暖身的时候啊，那出这个本有必有六事啊，本有出必有六事，一定会混淆掉。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我们上礼拜那边搞不懂，搞不懂就是在这里，为什么要用个不尔，然后再去强调暖身啊。所以我们接着把这一个补充讲义这边就把它看完哈。你看若具生有本有啊的第一念第二念来说有转世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混淆。暖身等初受生时在母胎中第一念第二念及多念以来都无意识，因为在暖里面都属于梦觉未摄，所以一定要把暖身的东西啊，不管它是用生有是本有，通通都要排除。所以为什么窥基大师要把本有一齐分三，为具一二念即许四起，故有此诗也啊。就到这里啊，所以等于呢讲白话一点，就刚刚默许强调了，他是要把暖身先排除在外，否则的话暖身你看他这边不管是生有是本有啊，这多念以来啊，在母胎中啊都还没有出来嘛，还没有破壳嘛啊，都是属于梦觉位。那如果是胎生跟化生啊，要分得清楚一点啊。所以强调本有初念有六识，不是强调生有就有六识啊，也不可以说生有后的第二念，那就会混淆掉啊。所以严密的话，他特别去解释本有初名第二念，因为是对前面的生有，他假如就是第二念啊。那么慈贤所除啊，不尔自有意显除，所以因为呢有比暖身出在胎脏无意识故，他写的比较啊大概而已，没有今天看来才知道哦，他写的不是那么细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一定要把本有跟生有、哦、分得清楚一点，不可以用生有的第二念去说，这叫做慈贤所出，叫做非即次生有后第二念。原来他这句非慈贤所出是不要去用生有去讲生有的第二念啊，如果你不这样子分得很清楚的话啊，这你就有可能跟暖身这边混淆了啊。那意蕴的话呢也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暖身身在母胎未有意识啊，所以用三分分支，他的本有出也是没有意识啊哦。所以如于本有出狱中便无所立，今料简因除彼，其实应该要说人家这边是如于天本有啊、哦，可是你没有写天啊，你只写如于本有啊，所以怪不得意蕴呢说他窥基大师为什么要把暖身放进来啊，他不可以放在那个同狱里面，暖身的东西不可以放在同狱里面，否则暖身你看这个本有出也一样没有意思啊，故今料简因出毕业啊、哦。他就问如暖身者初胎时啊，初暖时必大昏昧转世不行，若三分分亦名初分啊，那你说那很多鸟啊刚出生的时候也是大昏昧啊，初破壳而出的时候啊，这时候回答说人家讲的都在讲天趣啊，摄取论中因欲因言许除梦觉，因为那个暖身
啊的本有生有，通通呢啊，通通都属于梦觉色故。啊，所以等于这一段在说明，就是为什么慧济大师要写不二。如果没有分这么清楚的话，暖身的本有也是呢梦觉位啊。梦觉位就是没有意思啊。哦，原来是这样。哦，今天终于把它看懂了，有够难的哦。啊，然后呢，最后的结语呢，就是引用无性论师的《摄大乘论释》里面要说呢，啊，出生有心啊，要强调的这句话。否则的话呢，《摄大乘论》这一段啊，也只不过是最后。啊，于母胎中有意识转，也等于就是强调生有，生有的开始就有意识了。啊，母胎啊，胎中胎生啊，哎，母胎中啊，入胎的时候就是生有了，哦。所以他这边这个摄大乘论这边是说，一中有位，一其染污意识，结生相续，是染污意识于中有中灭，然后呢就入母胎变成结罗兰，啊，是结罗兰相结合，那意识与彼相结合而已，那意识此事在母胎中就有了，就在生有里面就有第六意，有六转四了，这样子，哦，所以等于。如果你没有看慧济大师的述记的话，其实论的文不是那么难，他只是告诉你说，来证明说天界的众生啊，这个本有的初位如于本有，一刚开始也都有六转世，所以无想天刚开始升到无想天去的时候，也都一定是有六转世，只是这样而已。那慧济大师只是再把它呢分得更清楚一点，分到生有跟本有的差别，不要去用生有的立场去讲生有的第二念，而是要去讲本有的初位，这样子。好，那这个下面那一段瑜伽论的啊，生于彼为入不起啊，其想若生从彼末啊，这边是写说呢十二卷。啊，那瑜伽师地论十二卷我们就给他先看一遍，因为这一段后面也会用到，所以我们就先念的这一段十二卷里面呢有一个问答啊，那实际上那个问答呢在哪里呢，在这个1452页的这个最后三行也是用这一段啊，那么可是呢1447页引用这一段并不是为了要诊断，他只是为了那两句话，哦，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一整段先念先看过就对了哈，哦。那问以何方便入此等字，等字就是一种定了哈，哦。那观想啊，观这个想如病如庸如见，入第四禁律修背想作意，背就是违背，想要离开这个想。啊的这种作意，于所生起种种想中厌背而住，一直不要有想啊。那么唯为在他内心里面认为只有无想是极尽微妙的，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一直安住在无想的状态当中，于无想中持心而住啊。相信很多修禅定的人修到最后呢也都是只想保持这个状况，里面保持内心呢什么都没有，然后可是又是空明极静，什么都没有是空，然后可是又明又极静，然后呢就住在里面觉得哦这样很好哦，但是呢那个空明极静呢啊，有程度上的差别，他这边是到第四禁律，第四禅天，哦，所以如果照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边的解释呢，哎，这要让空明寂静这种现象啊，未到地定就多少有一点啊，那更不要说初禅以上哦，所以这样子一直保持这种状况，见次离诸所缘，
心变即灭，这个心就是六转识，就停了。所以接下来于此生中亦入亦起，此生就是无想天这一生。为什么亦入亦起？后面这四句话就在解释什么叫做入，什么叫做起。若生于彼，刚升上去的时候唯入不起，起的时候其想若生，就是其想若起便从彼末。所以意思就是呢，在无想天这一生当中，有从有想入无想，也有从无想 出来变成有想，这样才叫做易入易起。刚生进去的时候只有入啊，只有入无想，不会起有想。可是到最后定功要丧失了，寿命要尽的时候啊，就想要安住在无想，安住不住了啊，就慢慢有想，然后呢寿命就结束了啊。论的文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成为是论呢，也就是引用这个要去证明，若生于彼唯入不起，其想若生从彼莫故。所以十二卷解无想定中说，若生于彼唯入不起，即证出生有心啊。那其想若生从彼莫故，即证将死有心啊。所以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啊，这个第三师强调《瑜伽师地论》告诉我们的啊，是刚开始升上去的时候有，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也有心也有想啊。那么倒数第二说，那你举了论文，因此呢人家就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问这个，不是问第三师，而是第三师反问第二师第一师。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我说你们看瑜伽师地论这样写，难道你们不会有疑问吗？为什么？你看1448写的，彼本有出，若无转世，为什么要叫做入无想呢？啊，怎么能够叫做入呢？得先有后无，才叫做入无想，不是吗？哦，所以第二行呢，就把它呢加一两个字上去，就很清楚，彼天本有出，若无转世，如何名入？要先有想，后无想，这样才叫做入无想啊！先非先未有心，可言入无心呢、啊？干嘛？你本来就无心，干嘛还叫做入无心呢？你本来就无心，还要入无心吗？啊！先以入气，何假言入呢？还特别去讲那个入呢？你本来就无心了，干嘛还要入无心呢？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写的“唯入不起”哦。如果他本来就无心了，干嘛要写“入”啊？“唯入不起”呢？啊，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非又非终有末可起暴心，暴心灭时名入无心。怕你解释说啊，《瑜伽师地论》讲的哈、哦。那个有心入无心是要升到无想天去的那个中阴身，中有有心啊、哦，中有末起暴心，暴心灭了，然后呢就入无想天，这样叫做入无心啊、哦。可是诸论皆说，彼中有必起爱润心故。不是暴心哦，那这样就是那个暴心跟爱润心有什么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就是看了书一眼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用词有这样子啊。书一眼就先告诉你这句话，非中有末可起暴心，暴心是彼天中业所感别暴心心所，不是总暴，是别报啊。所以意说此报心于中有末位未起，那起的是什么？但起润生爱，
后面这句话，但起润身爱等，而不起起于报心心所。所以中有末位，它是起染心这种润爱润身爱啊，感得那个总报，不是别报。总报是跟阿赖耶识有关，别报才是跟六识有关。哦，所以中有末，没有起报心，是彼天本有位，进入了 无想天的生有之后，接着下来是本有位啊，暂起即灭，所以依此灭位立无想天。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中有末起报心，报心灭来解释瑜伽师利论说的本来有，然后本来有念后来入无念，本来有想后来入无想啊，本来有是指中有末，不是中有末的报心啊，不可能是别报心，而是呢润身爱，可以感得总报的八识的那个染心。那什么情况之下立无想天呢？就是到了本有还有六转世，可是很快的就把这六转世压下来，进入完全六转世不起现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立无想天的。分析的非常的细，然后这以上这个呢，就是呢去解释去定义说这个无想天没有六转世是什么情况之下，只有中间这一段，刚开始去的本有出有，然后入无想，然后呢寿命要尽的时候又起想，然后呢生命就结束，就完全跟《所楞严经》讲的，只不过《所楞严经》把那个时间哦写得很长，初半劫灭，后半劫生，真正无想的就只有中间的499劫，讲得比较粗糙啊。也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后面还说是修无想定，有上品修，有下有中品修，有下品修，还分三品，哦，还有不一样的，所以《所楞严经》里面只是大概说一下，啊，但是呢，就合乎这边的第三师，一刚开始有，才进入无想，最后呢，定功消失，又开始有想，就准备掉到欲界。你说一定是欲界吗？后面讲。大部分都是欲界，甚至还有可能掉地狱。为什么？因为他带着邪知邪见去修，以为把无想定无想天当成涅槃，结果出来中阴身的时候要往下掉，出现中阴身才说原来被骗了啊，佛骗人啊，哪有真正的涅槃，涅槃道，那这个邪知邪见就让他掉地狱，很可怕，哦，好，接着第一四四八的第七，不，第六，第五，可判，啊，有五变报体并显性，啊，在无想天的果报的本性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它报体，啊，先讲报体，那。他的性呢在后面其实就已经都在里头了啦，显性是在1449啦，啊，的第二行，你看是什么性？善性、哦，好，那报体抉择分言，所有生得心心所灭，名无想故，此中变报体并显性。53卷啊，
解无想天云，由此因缘，所有身得心等灭等。啊，所以五十三卷，啊，既然讲的是抉择分，就把它查出来。果然是在五十三卷的色抉择分五四身相应地异地，啊，那课本所引用的呢，就是由此因此缘。哦，他把它写多一点，此因此缘，所有身得心心所灭，是名无想。什么叫做身得心心所？所有身得心心所，心王心所，哦，叫做无想。哦，那么你看这个一四四八倒数第五行论的文，此言亦显比本有出，无想天的本有出，有一熟身转世暂起。这个就是刚刚论文讲的身得心心所，一熟身转世暂起。树因缘力，于杰西论讲此因此缘，哦，过去他有修无想定的因缘，啊，所以呢，让他一熟身转世暂起之后，就后不再生，就进入了中间这四百九十九节的无想天的果报，由此引起一熟无记分位差别，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一熟无记。一熟无记，啊，那么这个是他的报体。下面如善引生二定名善，所以无想天也是属于善性，啊，哦，善性。但是呢，这个实际上他还是无记，啊，一熟无记，哈，哦。好，那么倒数第三行一四四八倒数第三行，此显彼天本有出位。有六转世报心暂起，这是别报，啊，别报一熟身嘛，啊，一熟身别报，哦，然后宿习过去修无心定因缘力故，后不护身心，由此深得第六报心灭，啊，这一熟身的第六意识。啊，就灭，然后引起一熟无记无心分位之时，名彼无心报。来，我们看藕益大师的白话解释，或许呢，这样子连一连就看懂一点。啊，藕益大师的白话呢，你看哈，抉择分言，彼天于所有身得心心所灭，名无想故。此言之意正显彼天之本有，于出生时必有一熟身之转世暂时现起，但由宿习此定，啊，无心定，啊，的因缘力故，后乃维持转世令不护身，让那个六转世就停下来，啊，由思无想定力引起一熟无记分位，啊，是这种无想定的力量引起一熟无记的分位差别，所以称之为无想天。例如家行善根所引生的无想灭尽二定，既然是属于家行善根，家行善，所以这二定也可以叫做善。现在无想定所引生的一熟，所以名为无想天。所以他补了这句话，无想定所引生的一熟称为无想天，所以这个就是课本最后四行引起一熟无记分位，等于他一样是属于八识的一熟啊，哦，那如果不是这样定义的话，则转世一切不行，如何抉择分中可以讲为深得之心心所灭，
啊，这就是成为是论一四四九页中间那一句啊，不尔，如果不是这样解释的话，转世一切不行，如何可言为生得灭？故知彼天出生之位，转世亦必暂起。啊，这就是偶一大师多加几个字之后，啊，就看得更清楚。意思就是说，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有的，暂起，有一熟生的转世，那就是前六世啊，暂起。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些一熟生的转世的心心所灭，进入无想。这样，哦，那苏义演对这段话，啊，意思就是说，由生得一熟无忌第六报心灭，啊，那些形容词摆在前面，摆在后面，哦，生得一熟无忌第六报心灭故，引得后念第六一熟无忌心分位。一熟无忌，你看了，前面是说一熟无忌第六报心，后面是说第六一熟无忌心分位。那个第六摆在前面，摆在后面，啊，有点不太一样哦。那以此无心分位之上，立彼无心报名，就是一四四八倒数第二行最后那两句话，哦，什么叫做无心报这个名词呢？啊，窥基大师呢，啊，他再多加解释。依止本事，此转世灭分位差别，说明无想。那苏义演呢，就也多加帮忙解释。所谓的无心报，他前面写明彼无心报，无心报者，即业所感报心灭。业所感的报心是什么？就是六转世。从前定因之所感故，因为你有修无心定，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报啊。如前第一件云：无想一熟者，即从此名一熟报一熟感，故名无想一熟故。啊，然后第一卷呢说啊，这是假立的，不是真正的第八世一熟，因为第八世没有灭。而是一熟生的六转世灭，那是第一卷的，所以因此窥基大师最后一句才会说依止本事，依着阿赖耶识第八世前六转世灭的分位差别叫做无想，不是阿赖耶识灭，是六转世灭这种分位差别叫做无想，如前第一卷。前第一卷在哪里？如果你要回去查，我这边帮各位查好了，在前面的356页。好了，那356页讲什么呢？来，我们看一下啊，复习一下啊，忘光光的了。356现在已经1400多，差1000多页去啊。为修定时于定加行，厌患出动心行所故。发甚奇愿，哦，很强而有力的道心哦，我一定要把它修成功，啊，修什么成功？要遮掉这一些出动的心心所，遮心心所，练心心所，见细见微，啊，修着修着修着呢，啊，唯唯心识熏一熟事。等于你的心要遮嘛，你遮它心心所本来出动，然后你让它不要出，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快没有的时候，唯唯心识熏一熟事，成极真上的厌离心等种，那个种子
由此损乎心等种故，出动心等暂不现行。你修定，你不想要有这些念头，那你越修定，那个念头就越来越小，越来越被你折损了嘛，损乎。所以这些出动心就到最后你修成功了，出动心就不现行，依此分为假立二定。哪二定？无想定、灭尽定。哦，所以他那边这边在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两个都叫做无心定。无心定怎么修的？就是如同他说的，修定的时候你在定加行，你厌患，你不喜欢这些一直在变动的心心所，所以你发一个宏愿啊，发大愿啊，殊胜愿，希望把这些变动生灭的那念头压下来，压压压压，越压越细，越细微。可是呢，这个时候会不会熏阿赖耶识成为一种种子呢？可以。可是呢，因为你一直修一直修，果然让你们出动心暂不现行啊，终于修成功了，你的无心定修成功了，不管是无想定或灭尽定啊，那可是你这个善呢啊，是啊，你这样修定是善，此种善故定亦名善，你修的这二无心定也叫做善，也是属于善性啊。那么无想定前求无想果，故所熏成种，招彼一熟事，依之出动想等不行，于此分为假立无想。你看清楚，依之就是依一熟事，阿赖也是啊。你无想定呢，求无想果，所以你会熏成种，这个种子呢会招彼一熟事，依着一熟事，果然呢你的出动想不行，然后你在这样子的分位上头假立无想，而这个是依一熟事而立的，所以也可以得一熟名、哦、所以这个就是他讲的引起一熟无忌分位差别、哦、一熟无忌、哦、那么数忌在这边、哦、他就加以解释啊、哦，所熏成种，你在修无心定的时候，你会熏成一个种子，就是什么呢？真上唯唯心事、哦、因为为什么用唯唯心？因为你一直不要让心念去转动，你想办法让你的念头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所以它只能够形容真上唯唯心。所以你熏了种子之后，就会招感那个阿赖耶识啊，依此本事于出动六转世想不行，于此分无心分位假立无想一熟啊。所以即是彼地六世中的善然等心不行位建立此体、啊、在那个 无想地那边，六转世的善然等心不现行，建立此体。如许无心唯一本事，即一本事上立此无心，而这个无心不是真正的一熟事，而是依着一熟事而立的，所以得一熟名、啊、所以论才会说呢，你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恒行的心心所灭，没有说呢是哪一种性，实际上它是属于善性，就是如同刚因为你是依着这样子的加行善去修出来的，所以它也是属于善性、哦、但是这一段呢就已经大概说明一下说，哎，它这个果报怎么来的，它这个果报的现象要怎么去认识，它跟一熟事有关系，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阿赖耶识的一熟事，而是一熟生依着一熟事而有的，然后呢建立那种分位无忌分位、哦、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读这么久了，看这一段才哎，好像有一点认识啊，不用再看注解大概可以认识啊，一刚开始看这些
没有理论深的那些白话解释哪看得懂？在那公下那听拢不懂，哦，那现在就看稍懂一点了哈。所以你看那一个1449页的第三行，如善引申恶定，所以它也是善，所以是用譬喻用如嘛啊、哦。那么如恶定前啊，无心定啊，灭这两个无心定哈、哦，善心引申种子名恶定，恶定名善。是随着能引心，能引心是什么？善心，善心引生种子。所以这两个定啊，无心定的两个定也叫做善啊。所以二定名善，随能引心故，此亦随深得无忌心灭故，所以那个果也叫做无忌。啊，深得无忌心灭，所以那个果也叫做一熟无忌。啊、哦，是这样子。啊，好，那如果不是这样啊，转世一切不行。啊，下面的解释呢说，彼处转世三性不行。若出生时即以一切异熟生转世亦不行，如何可言为生得灭？色非为无忌三性心生，便明生得者，此即人是出生有心故。对法第四云：生得无忌，为无想报，故为无忌。哦，这边呢一样，把那个对法第四云：生得无忌，为无想报，故为无忌这三句话。把它拉到上面那一段连起来啊，然后比本有出位转世暂起，暂起呢是起合式，那是另外一段。干嘛把这个深得无忌无想报无忌跟那个起什么事连在一块呢？乱那个段落断错了啦啊，断错了，因为不懂所以会断错啊，这不怪莫，不能怪他哦。好，那么请看这个书眼这边，所谓的彼处转世三性不行啊，意思就是说这是把前面那个宗啊，前师宗迹，汝若言彼天三性转世都不行，善恶无忌啊，无想天这善恶无忌通通不行啊，而且是出生时异熟生的无忌心等也不行，所以那一天才叫做无心。所以等于是什么呢啊，到若出生时即以一切异熟生转世亦不行，这个是把前一派的想法重复说一遍。如果照你们这样说、哦、因为你们认为呢啊，出生的时候所有的六转世通通不行，包括无忌心也不行，无忌的六世通通不行啊，那如何可言？所以呢书眼就说如何下是问难啊，问说那为什么人家论里面会写为深得心心所灭叫做无想，于且是立论抉择分那边所有深得心心所灭名无想、哦、所以你看他这边写此证深难，汝若言彼天初为三性心不行者，如何于且论说于彼天中为深得报心灭啊，明知彼天初为转世暂起然后灭不是吗？哦，所以这边呢啊，他虽然用个问号，其实是问难。再看一遍哦，你的想法你的说法是他一生到无想天所有六转世通通不起现行，包括善恶无忌，包括无忌的也不行
那为什么于伽师利论说比天唯有身得报心灭，就知道说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有的，然后灭掉，那种深得的报心灭掉。哦，再者亦难云啊，若比天初未转世，总不行名无心啊，于且不可说为深得报心灭名无心。如果纯粹就是一生到那边就通通不起现行，叫做无心，那于伽师利论干嘛要写所有的生得心，而且他用一个为，为生得报心灭，叫做无心。这是第一个反驳的。第二个，色非为无记，三性心生，辨明生得者。哦，所以你看他说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二反解，色使彼天非无记心，但有三性心，叫做生得者。啊，照你这样说，还叫做出生未有心。哦，所以不是没有无记心，非无记心，彼天非无记心，是有善恶的心，叫做生得。所以于伽师利他意思就是说，第二论是说，生得心是说有那些善性、恶性、无记性的心啊灭掉啊。不是无记心也通通灭掉。他说好，顺着你这样解释，你还是承认出生未有心，此即课本写的此即人是出生有心啊，不就是我说的吗？一出生到无想天是刚开始是有心的。那苏一眼呢，他这比较鸡婆，又多问那个。他说：“前师人家没有特别去讲生得三性心呢、啊，啊，这个三性心生啊，你为什么把人家套用说生得三性心来问难呢？”答：“前师云啊，出生比天时，转世不行，明知自比天，你就很知道，到那个无想天，转世方始不行，啊，可见。”出生的时候还是一样有心呢、啊，哦，所以照你这样子讲，那什么叫做无想意熟呢？无想意熟是业所感，一定是无记，意熟无记，所以他才会引用《对法》第四卷讲：“深得无记，为无想的报，为是无记。”所以连那个三性心都多问的啊，根据《对法论》里面讲啊，这个深得无记者，为诸不善有漏善法易熟。于伽论记里面就说，无想易熟是深得无记。对法云：深得无记，由不善或者是善有漏法所生易熟。也就是说你在业因上头有漏法，是有善恶，然后所生的意熟啊，这样叫做生得无记。所以无想生啊，无想天一样是生得无记啊。所以是这个对法论里面强调的无想天这边啊，即使是有不善或者是呢有漏善法的易熟报，也是无记，深得无记。那跟一般的人就一样一样啊，只不过是强调他是这个一刚开始去的六转世，很快的马上呢就没有不起现行了，否则他的果报也是一种易熟无记啊。所以不能够用这个来去说，那个于伽师利论抉择分上面讲的所有生得心，那个生得心呢，还是有善心有恶心，强调的是那个善心恶心呢的心所灭，叫做呢无想。
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说抵触转世三性不行，六转世不管是善恶无忌的转世通通不行。但并不是说一开始升上去就完全都没有，是还是有的，然后后来才灭掉这样子。好，所以为什么说要把那三句话搬到上面那一段，就是这样。因为 这三句话就在解释啊，解释那个什么叫做深得无忌，什么叫无忌心那些呀、啊。那下面才是另外一段，彼本有无想天的本有初位，转世暂起。啊，你一直强调说，哎，刚开始的时候本有，转世暂起。那暂起的是哪些事？世事中起何事？啊，那么窥基大师突然弄一个世事中起何事，我一想说，哎，哪四个啊？原来他后面呢就已经把他的问题呢已经写在里头了。眼视耳视身视跟第六意识，你看有说一起眼耳倒数第四行，因为起身视及第六识、实际上我们外行的问话就问说，啊，那转世暂起，请问到无想天去的时候，啊，转世暂起后来灭掉，是哪些转？我们想说，那就是第六意识啊，难道前五识有关系吗？哎，他这边，就说了，你看，倒数第五行，此但言转世不别出故，没有错，论里面只有写转世，没有讲是六转世里面哪些啊？有一种说法说有眼耳。啊，有眼视有耳视，啊，然后窥基大说这也不对，此意不耳，啊，到无想天去干嘛要暂时有眼视耳视呢？有何因缘需起呢？真的要说有需要的话，那就是身视跟第六意识。那鼻舌呢？鼻舌更不用说，欲界就没有了，所以呢，等于窥基大师这边的问答就要告诉你说，所谓的升到无想天去暂时会有六转世，其实就是只有身识跟第六意识。为什么呢？下面就说明理由，受彼果故，你才会觉得，哎，我升到这里来了，我的第六意识知道我升到这里来了，我有那种身识的感觉，可是马上就灭掉了，战生即灭。既然如此，干嘛还要眼视耳视啊？何夹其眼等是见色闻声呢？没有必要啊。那么意虽知耳，岂将为圣？这句话意虽知耳，岂将为圣就不太好懂了。所以疏远帮我们解释。意虽知而岂将为圣者，意云虽有如上所难之道理，人不及得起。意思就是说呢，照说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只有起身识跟第六识，但是呢，四个识都起来也还是说得通，还是比较殊胜的讲法。又如萨婆多部啊，一许多时故啊，这句话呢就是说隐匿有中差不多呢啊，他们的想法彼处所生多时有想不灭，就合乎萨婆多中啊有中的那种想法，到无想天里面呢啊，这个多时有想不灭，说真的这样吗？啊，那就把俱舍论找出来看看。俱舍论里面写无想天彼为恒无想唯亦有想，俱舍论就回答生死未终多时有想，只是呢啊，这个无想天的有情中间常时想不起。实际上俱舍论这个说法跟守楞严经的说法也蛮合的，你看守楞严经讲前半节有后半节也有，半节半节加起来一节，时间也算很长。
啊、哦，所以呢是多时有想，所以呢他这边想说呢，萨婆多这样写哦，那也算说呢啊，起个四个事，言耳身意这四个啊、哦、会起来，所以才会说呢啊，所难的道理虽然呢是说的对了，但是呢还不及会起来这四个事，因为连萨婆多呢都许多时有事，所以论师、哦、就有不同的说法。那我还是就还是依据所楞严经佛讲的为主，但是有人说、啊、所楞严经又不完全是真的是佛说的，那是另外的话题了、哦、好，所以最后的结语就是呢啊，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话：此虽许有心，即显报体，即无记性。哦，就算你可以暂时有这四个事，哦，但是呢，我们这一整段要告诉你的就是呢，哎，他的报呢也是一熟无记。哦，那么他的性呢是属于呢。善引申的定、哦、不过 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意熟无记分位差别。好，这个是它的报体跟性、哦、它还是强调无记性、哦、然后呢接下来处所无想天在哪里、哦、好，1450页哎、他这边疏言，对了，有这句话：此名报体，名意熟，即是无记性。意熟无记性，非是现起心，都是无记。哦，他补这句话。好，那么1450页，彼天为在第四禁律，为什么呢？下想出动，难可断故；上无想意熟处故。那个无想意熟刮胡起来，否则你会吗？上无无、不是哦，上面没有无想意熟触手、哦、所以只有在第四禁律、啊、第二行自下第四触所系地此受无想处第四禁律在第四长天此种言也即彼凡夫第三天处下诸天处其想出动难可灭故有变异受未可禁故第四禁律下二天亦然非是凡夫下中习气、下中熏习有色身处可受殊胜无心果故下非殊胜故不可生这说明理由它一定在第四禁律、啊、第四禅天、啊、即彼凡夫第三天下诸天处、啊、第初禅天二禅天四禅天三禅天、啊、通通呢、啊、你看这边书一眼这样写的即彼凡夫第三天处、啊、就是广果天等于四禅天里面再分三天四禅天的三天什么名字呢乌云天胡生天乌云天胡生天、哦、所以他这边写书言有写啊，这个乌云天下品熏习胡生天中品熏习广果天上品熏习啊。意思就是说非是凡夫下中品熏习、而于二天受色身无想果不可能在无云天浮生天受无想果因为呢这下二天非殊胜故名之反显反过来显示广果天的果报比较殊胜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样叫做呢凡夫第三天他的凡夫第三天不是三禅天而是呢第四禅天的
最高的那个第三天，哦，所以呢，先看一下这个第四禁律。为什么一定要第四禁律？下三禁律不行啊？大毗婆沙论啊，问何故第四禁律顺心心所灭非下地也？啊，因为你要无想嘛，心心所灭，要第四禁律才能够合乎心心所灭，而不是第一禅、初禅、二禅、三禅呢？答：诸欲入彼定者，你要先起欲界善心，然后呢入初禁律，再入第二禁律，再入第三禁律，再入第四禁律，于第四禁律上中下心，从上入中，从中入下，然后呢下品心断，上中下，下品心断就是没有心入无想定。哦，那至于他用了这个譬喻呢，因为我也不是古代的女人，我也看查字典也看不太清楚。在纺纱，他说鸡毛为缕，除气粗者，气机细者，乃至将近以手绝之。哦，我只能够说呢，在这纺纱是不是 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然后呢就变成线，线之后呢就变成可以把它织布，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譬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现代人也没有在纺纱，我们也不是做纺织厂的，搞不清楚。总之就是呢，从粗的然后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到最后没有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里面再分成上中下。上的话呢，并不是说比较高的禅定，哦，而是比较粗的心，然后呢你看从上入中，从中入下，然后呢入了下品心断，连下品心都没有，入无想定，是这样。好，入无想定当知义耳，从初入细乃至都灭，这个只有在第四禁律。又下诸地有欢七兽形象出动啊，有喜欢的，有感伤的啊，有讨厌的，这样子形象出动，难可除灭。第四禁律唯有处中受，不苦不乐，不喜不忧啊，这样叫做处中受，舍受形象为器，所以叫做舍念清净地，形象为系，亦可断灭。故下地中无无想地，你初禅、二禅、三禅成就不了无想定。好，所以只有四禅才成就了无想定。那更往上的定不是更好吗？啊，那无色界为什么没有这个定呢？答：唯有一生既习此定，以为能证无想涅槃。凡夫啊，一生有一点带没有正知正见的凡夫，才会想要修这个定，以为修这个定就能够证涅槃，哦，然后无想无色界中无有无想的一手可计，啊，这无色界里面没有这种无想天的这种一手果报可以让你想啊。无想定与彼亦无啊，在无色界定里面也没有。另外呢，这些一生不畏断灭啊，无想无色界没有色身呢，彼界无色。然后这时候如果连想这个心也灭，那什么都没有了啊，心没有了，我还有色，结果呢连色也没有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修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啊，就会害怕啊。所以无色界中没有无想定，这样子啊。那这个地方呢想想说，哎，这个一定要四禅天的第三天啊，下诸天处其想出动，至下二天亦然。二天就是刚说的浮生天跟无云天啊，那么第四禁律至下三禅天啊，有喜乐受想形象出动，那更是初禅天是呢离身喜乐地，有喜有乐。然后呢二禅天呢是定身喜乐地，也是有喜有乐。三禅天呢是离喜妙乐地啊，虽然没有喜了但是有乐。所以这些呢
都还是有喜乐受想形象出动，有变异故，不可于中受无想果。那第四禅天的下二天，想意出动，难可拂灭，也不能够在这里面受无想报。何以故？以下二天中想甚难拂啊，所以没有办法在无云天、浮生天而受报啊。那么疏衍接着讲，非是凡夫，非是凡夫。这段在哪里呢？第四行第二句，非是凡夫下中熏习有色身处，可受殊胜无心果。这段话哦，所以呢，这是我们刚先看的，无云天是下品熏习，浮生天是中品熏习，广果天是上品熏习。所以呢，不是凡夫的下品中品熏习能够在这两天里面去受这个色身的无想果。何以故？下二天非殊胜故。所以反过来显示呢，广果天的受比较殊胜，那无心果啊，要心心所灭这种果报的话，必是上品熏习啊。若余下三禅也一样，有三天也一样都有下中上熏习。举例来说，初禅里面凡众天是下品，凡夫天是中品，大凡天是上品，二禅三禅啊也一样都有下中上啊，这样三品。好，那接着呢就讲说，那可不可以在五境居天啊？一四五零页的第六行，不与五境居无色身者，两个并在一起讲。刚刚不会在无色界已经看于那个大毗婆沙论看过了哈，那五境居呢啊，上无受无想意熟处，所以请把顿号拿掉，把无想意熟处刮胡，这样你才不会看错啊。他这个顿号放在这边完全误导读者，在那边想半天想不懂。因为呢，在这个上头，五境居天也好，无色界也好，没有接受什么无想意熟果报的地方，所以上无受无想意熟处故。什么无受无想？他把那个受想行识五蕴放到这里来了，这是乱断句的啊！那标点化完全错，错到离谱啊！上面没有接受无想意熟处故，为五蕴居啊，唯有圣者居，非外道所生。那完全不认识，不知道原来四禅天有五蕴居天，彼不知故。好，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去。再来，无色界则无声，你加两个字，无色无声，中间呢加两个字，界则，无色界则无声，无就没有看起来很像涅槃的乐受色身果处，他就把无想天的果报，他有色身哦，然后呢他认为那个果报很像涅槃啊，所以无色界没有那一个像无想天那种相似涅槃的这种乐受色身果处。是安内该水哦，不是无受无想，不是。你看那个疏衍这边就写得很清楚，五境居呢是圣人居处，非凡夫所生。无色身者呢，啊，无色生不去呢，意思是说无有于无色界生者，以彼处无有此无想意熟果处。多加几个字不就很清楚？我们窥基大师就太喜欢省简了，啊，人家就帮他补几个字，不就很清楚？彼处无有此无想意熟果处，为无想果是色，彼处无色身，无色界啊，没有色身啊。故疏云以上无受无想意熟果处啊，或可无受无想意熟处者，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句话？没有那个可以接受无想意熟处呢？是跟五境居天做一个对比啊。
不去鉴别无色界，因为五蕴居呢是圣者所居，非一生外道安之处。那一生外道所生彼不知故者呢，意思就是说一生外道生在广果天，纵然他有他心通，有天眼通天耳通，他也不认识有五蕴居天。就好像人间有罗汉道场，我们一般凡夫也不知道，也没看过，因为不相应的、啊哦、好，先休息十分钟。老师，我问一下啊，那个中有生，中有里面有没有六识？有。有六识啊。有六识啊。这样。嗯。但是刚才那个讲的五种，那个这中有生没有啊？怎么会没有？不会啊，他哪里有写没有？没有啊，中阴身，它主要就是，你说哪里没有？它一四四六，一四四六最后一行说，中有末心，必起润生烦恼，或者是呢一四四七第一行对法等说，中有末心为染故。只是强调他到最后呢，他这个烦恼染心一定会牵引他到该去的地方去啊。那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会起染心，起这个烦恼？他有看到或者是有听到，然后呢，就刚好跟他在要去的地方呢，就相应的，他会起贪爱啊，就是因为他有看到有听到。有感觉啊，就像我们一般讲胎生，就是因为有看到父母啊，父母在行淫啊，所以他就以为自己也在做那个事这样子啊。所以中阴身六识都有啊。好，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一四五零页中间这个课判呢，这是第五段报因。所以你怎么样去的？你怎么样去到无想天呢？啊，你要修无想定。所以他这边呢就写的，即能引发无想定思，啊，这个思造的业，能感比天一所果故。到这里，论文就只有这么一行，但解释呢，哦，我们窥基大师呢就写一堆。不好懂哦。看自下第五初始报因，如前第一卷解。哦，他说我第一卷写过喽。哎，那我们问光光啦、啊。啊、哦，好，那么我这边呢就说，哎，前面已经引用啊，在一四四八的最后一行，那边不是引用过了吗？啊、哦，那也就是呢。我们这本书的354到357，好，那因此一四四八那边最后一行所引用的，再看一遍。这段我们刚刚也稍微解释了一下，修定时于定加行厌患出动心心所故，发甚其愿遮心心所令心心所见悉见为唯为心时，哎，在这里唯为心时熏一手事。啊，成极上极真上厌心等种，由此损伏心等种故，出动心等暂不现行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呢第一卷里面所讲的东西。好，所以下面这个我们先看这个表，这是集成篇告诉我们的。三个，一唯唯思种感种果别果。第二个说法啊，前后，前是名利思，很清楚的，很有力量的感种报果。后是无心的思啊，所以用个无心后思。
所以前面是有心，后面是无心。前面有心，所以是能明利施；后面是无心，啊，所以感别报果。第三个说法，唯唯心施，感别报果；唯心明利，感总报果。哦，所以这个总报果、别报果，就是刚说了，总报果是从八识去说。别报果就是指六转世一生一熟生、哦、那么这个呢，第一种说法是此书初解，然后呢第二个说法此书第二，然后第三个说法此书第三，然后呢神太师我忘记他的注解是什么了，然后西明应该都在解释瑜伽师地论的，神太师西明师，西明应该是原彻吧，西明是原彻、哦、然后呢此书第二不判正否啊，二本第一此义为正啊，就是说呢他们都把它放在这边，等于明利施感总报果啊，有心感总报果，无心感别报果啊，所以他们认为此义为正。可是呢如果是第三啊，略转以此为正，窥基大师的略转他认为第三才是对的，然后呢这两本是放在第二，放在第二这样子、哦、好，那么这个这地方呢为什么要先看注补充讲义然后再看课本，因为补充讲义已经帮我们先整理出来，这时候再来去看课本会看比较懂一点、哦、这个右解啊、哦，首先呢意蕴呢他说书有三解，初解以一现思，就是呢不去分前后有心无心啊，就是这个心唯唯思就可以成就总报果别报果，不去分前后啊，名利心或者是唯心，就是现思能感总别恶果。第二解虽是一个思约分位，分成有心无心感恶果，所以你看前有心后无心，有心感总报果，无心感别报果、哦、第三解二现思感恶果，等于呢这个只是前后思同一心，但是前后思。第三种的话是唯唯心思跟唯心名利是两个思，两个现思感恶果、哦、所以那是哪一个为优啊？意蕴不要忘记了，这是意蕴。意蕴说呢第一个解是最好、哦、可是人家略转是第三个啊，窥基大师是第三个、哦、然后书一眼啊、哦，有三节，先讲第一节，定前唯唯心时所熏得的种子，这个种子既是有心味，所以呢比较有势力感比天的总报第八、哦、那么同样这个种子到无心味矣，复能感比天中别报第六识啊、哦，所以都是用这个种子，一思能招总别恶果，此解为正，取下第二解以为正义。啊、哦，那瑜伽师地论的本文是怎样呢？啊、哦，这个是课本写的，你看倒数第五行，同瑜伽五十六说，所以我们先看它第一解啊。倒数第六行，然今即是定前，定前哦，无心定前，你准备开始修加行，还没有得定哦。定前能引无想定的思，修加行嘛，思，所以能招彼果，即显一思感总别报，同瑜伽五十六说。所以因此我们要看瑜伽师地论它是怎么的文字啊，
这个一样，这五十六卷哈，这个色觉则分一以身无想有情天中明灭分位建立无想此一三种，从三方面去解释这个自信本身是无乎无际，不太揭露就是唯有一身凡夫啊，不是圣者。然后其者重点就在这边，怎么样能够修那个因啊？能引发无想定的思，能感比一所果，就这样写而已啊、哦。但是这边写到的是一所果，所以呢，这个是就包括了真正的一所八识跟一所生六转识啊、哦，这是一所果。后想生以是诸有情变从彼末，这个是后面他有无想天生命寿命要结束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一节，所以他说呢，总别报通通写在一起了，就没有分，第一节没有分啊、哦。接下来倒数第四行第二节，即是能引定思，自无心位为定时，哎，入定喽。哦，前面是能引的，能引定的思，然后呢，修到真的无心位了，入定了，然后招彼第六别报一熟，所以别报一熟是入无心位的时候，前名利思能感总报，别报是到无心位的时候，招别报一熟。强调第六代表呢是一熟生的第六识，所以有心遭总报，无心遭别报啊。又解此说唯唯心遭别报，若前唯心名利遭总报，到这里所以用词不一样，所以刚刚那个表写的画得很清楚哦。你看这边写唯唯心思感别报，唯心名利感总报，跟第二节不同在哪里？唯唯心的别报它用的是无心，第二节用的是无心定，无心第三节用的是唯唯心，可是呢第二节前面的名利思他用了名利思，第三节用唯心，用词不一样哦。一个用有心无心去做区分，一个用唯心，一个用唯唯心。唯唯心意思就是什么？更细，更细微哦。所以请看一下书一眼他怎么解释啊。第二节 这边是第二节，能引定是 乃至二因果别故者，一说此思名利时唯唯心啊，他就套到后面第三个去，明明是在第二节啊，他套到后面，可是我就感觉他套错啊，因为人家唯唯心是遭别报，你看倒数第二行，唯唯心是遭别报，怪不得唯一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怎么会书一眼跟素记讲相反呢？名利心的时候，名利思的时候。是遭总报啊，啊，用的是唯心呐、啊，不是唯唯心呐、啊，所以哈、哦，这有可能是印刷错误、排版错误，否则你在注解注记的人，你怎么会刚好跟人家注记相反呢？哦，所以只能够说他这个字不能有唯心。熏所得种子，此即强感有力，能感比天第八世总报有心果。哦，后面你看，唯唯心，
如果上面就是唯唯心，干嘛又再讲一次？所以 可见真的上面那个字是多的啊。这边唯唯心而已，因为是名利时。可是如果是唯唯心灭时，灭心灭位时啊，就等于第二节里面的无心所熏成的种，这个种子在有心位跟后面的无心位时，皆能招别报第六世果，以劣若故。若在有心位招比天报六世初起，到无心位招别报第六世无心一手果。哦，他的注解呢又比数据多一点解释，这样蛮好。就是有一个错字，就是那个唯要拿掉啊。一刚开始这个只能够是招总报有心，可是如果是唯唯心灭的时候呢，它可以在有心位跟无心位。为什么会分这个？本有初位，还有六转世，那个叫有心位。所以这个有心位的时候招六世初起，是唯唯心招赶来的。然后呢，进入真正的无心位的时候，也是唯唯心招赶来的啊。招别后面别报第六是无心一手果，所以有心能招有心果，无心能招无心果，是二节。这样就是第二个解释。那第三个解释的话呢，就是不是同一个心了，是两个心了，唯心跟唯心。但是呢，第二节虽然书一眼给人家偷用后面第三节的，但是呢，人家窥基大师没有这样写啊，哦，没有这样，没有套用第三个唯心为唯心的，而只是说能引定的思到无心位的时候招第六，在这个位次之前的名利思都用思，他没有用心哦。能引无心定的思到无心位的时候招后面的别报一手，然后前面的名利思感总报，哦，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书一眼到这边 第三节他就不敢再解释了，他没有解释，他直接就解释下面前说几许一思造恶报，哦，他解释那个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话，他等于上面那一个唯唯心唯心，他给人家用到第二节去解释去了，有一点混淆，哦，不过我们看懂窥基大师的三公解释就好了。下面呢才是说，前说许一思招恶报，一思招恶报就是第一节，这是到第一节，一思招总别报。哦，那义德有心无心报，那个就是第二节，哦，那么这个书一眼是解释说有心是总报第八十五计，无心报就是呢第六别报义所心心所不心者是，这是第二节。然后下面那句话，一叶上得色非色报，理不遮故。那为什么一个思能够有恶报，有心报无心报呢？类似一个叶可以感得色非色报，哦，书一眼说呢，看起来这书的意思就是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一个思能感总别恶报，哦，他就以此类推，一个业能够招色非色果，一个思能够感总别恶报，有什么不对呢？那什么叫做色非色果？一个业可以招着色五色根生，非色就是呢八识心识，这边色心恶报都是一个业感来的，啊，所以一个思能够感总别恶报有什么不对呢？好，那一四五一的第一行后解二业个别，哦，所以呢不管是第二节或第三节了，应该这么说，啊，第二节跟第三节都是二业个别，啊，预显定因感别报，
名利失感总报，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无心定会感别报，然后可是你要进入无心定，你前面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能引的失，那种名利失感总报，哦，这样就很清楚。好，所以到这里啊，是解释完了。然后呢，此会前唯有有色之言，此聚六世中间多时不行，非为八世色云一起，此通小圣。这是一段，干嘛把那一句此会前唯有有色之跟前面那个放在一起？这句话是跟下面第二行连在一块，然后第二行的最后两句彼命中矣当生何处，是跟下面那一句大圣无闻连在一起。可是人家小圣有闻，小圣有闻就是俱舍论下面的这段话，所以你应该要把彼命中矣当生何处这两句套到那个第三行的上面去，乱猜乱猜的这样。好，那么会前唯有有色之啊，也是前面不讲过了吗？哦，那这个唯有有色之啊，在一四四四页啊，倒数第三行说彼唯有有色之啊，你怎么去会通啊？哦，他说这个就是在《瑜伽师地论》第十卷里面的话呀。哦，他说那个话，疏衍说那个文呢是曰常识总报身。说唯有有色之，不是在讲那一个之前，现在要说呢是你要感得 无想天的这种果报啊，你要能够修无想定，你要修无想定前面要有一个名利失，然后呢再进入呢那一个无心定啊，那种唯唯心这样子。所以亲此中说一思能招总别恶报，所以出生彼天亦有别异熟无忌第六世等暂起，其以即灭唯有有色之。所以你看他说呢，会前唯有有色之的话是据六世中间多时不行，说瑜伽师地论讲说唯有有色之是从六世在无想天的五百大劫当中，中间的四百九十九劫，啊，多时不行，不是讲八世。就算一期的生命，那也同小圣的说法是一样，都是六世不行。所以，就可以跟瑜伽师地论里面说的说唯有有色之，就不相违背啊。哦，那么。色云一起此同小圣啊，这个疏衍又加以解释，色说无想天一起总无心，唯有有色之，且同小圣说六无，不是没有第八识，哦，是指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瑜伽师地论是会同小圣讲的，一起的生命里面呢只有有色之啊是无心的，那无心呢是指无六识，不是无八识，白话讲就是这个，这段的意思是这样。下面才问说好啊，那无想天寿命尽的时候啊，升到哪里去？彼命中矣当生何处？大圣无闻，没有啊。小圣呢俱舍论有闻啊，俱舍论的闻我们先看他本文啊，在第五卷，言无想者彼有有彼有情，中间常识想不起故，如契经说彼诸有情有想起故，就会从彼处末，哦，所以当他起想的时候，他就是准备要从那边掉下来了。然彼有情如久睡觉，还起于想，从彼末矣，必生欲界，非于处所啊。因为先修定行势力尽故，先修的那个无心定没有力量了，于彼不能更修定，在无想天当中不能够再修定，因为无想思跟想都不行，所以如同呢
箭射空，射到最顶上面了， 没力了，一定往下掉。若诸有情因生彼处，必有欲界顺后受业。哦，俱舍论呢补充说明说呢，啊，生到无想天的，应该有欲界的顺后受业，也就是他一定呢会再生到欲界。顺生业是无想天，顺后受那就是无想天掉下来到欲界。他举一个反例，生彼北俱泸州，必定应有升天之业。你会升到北俱泸州，照说你前面一定有修天的善业，升天的善业，但是你的善业不足，所以呢才会先升到北俱泸州，后面呢就一定有升欲界天的业。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你刚开始修无想定，前头你一定有修善业，欲界的善业，但是呢你后来 修无想定力量比较强，所以呢你就先升到无想天，可是无想天的果报尽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之前修的欲界的那个善业啊，把你拉下来，或是不竟然是欲界的善业，也有可能是欲界的恶业，但是你的无想定先成功了，所以你就先升无想天，无想天无想定没有了，你一定掉欲界，哦，是这个意思。好，这是俱舍论的本文，你看那个课本第三行，若从彼末必生欲界，原因呢先修定行势力禁锢。原文到这里，接下来不得生彼自处及下三藏，不会再升到无想天，也不会升到初禅天、二禅天、下三禅天。为什么呢？不照下三定因，即前势力无故。前势力就是无想定的势力，所以这个是说明理由。不会生在四禅天，也不会生在下面的三禅天，因为他没有照下三定的因，然后四禅天的禅定的力量也没有了，哦，然后于彼不能更修定故，这句是原文。他现在把原文跟解释原因呢混在一块了，哦，也就是说 为什么，因为你在无想定的状况，无想天的状况之下，你不能修定啊，所以故不生上帝，连往上升的力量也没有了，哦，然后如见色空，力尽变堕，这也是原文，哦，到这里，哦，然后呢生彼，不是，不到这里，下面还有生彼有情，必有欲界顺后受业，逗点拿掉，否则你把一个顺后受业逗点是什么意思？生到无想天的有情，一定有欲界的顺后受业，如同生北俱泸州者，生天后受业等。哦，所以这个是俱舍论的原文。此意一言，由前在此修定之时，定前在此，就是你在欲界，你在欲界修无想定的时候，定前必作欲界善业，或者是欲界的恶业，傍四种涅槃，故必生欲界。不是只有修善业，你有可能修恶业，造恶业。哦，不是只有俱舍论这样写哦，大毗婆沙论也有 一段在描述：无想有情，经五百劫住于无想，如熟睡眠，睡醒了之后，不能取一意熟，便堕欲界。他举了一个譬喻，很特别，如人在树端倚之而眠，在树上睡觉，睡太久了，睡太久了，突然醒过来，守望攀缆，即便堕地。这个譬喻不是很好，因为睡在那边睡太久了，以为还在平地，所以呢，那个手就没有抓住那个树枝，所以一醒过来就掉下地上去。其实这个譬喻也不是说完全不对啦，
他所谓的所无所望攀澜，就是他在无想天的状况之下，在无想定的情况之下，他根本没有力在修定了，他没有那个心力去抓住其他的定了，有说求无想者，执无想定为真道，这个呢是邪见，然后呢就可能往下堕到地狱去了，把无想定为真道，比一所认为是涅槃，乃至身比天中，此执随逐彼后，这种错误的执着就跟着他，从无想出将命中时，见当生相，就看到自己 接下来会有中阴身的状态，变作是念，定无涅槃。若时有者，我已证得，于今何故生相现前，就会谤涅槃跟谤圣道。所以因此从彼处末就生恶趣中，尊者妙音译作是说，彼谤涅槃及圣者故，彼从命中定生恶趣。那俱舍论是没有把它写的那么严重，一定生恶趣，只是说一定生欲界。那严密的说法，准小圣中彼末生欲，欲有五趣，生何趣呢？问出这个问题，答按婆沙论总有三说。所以刚刚引了一段，但是定生地狱是一段，其中一段而已。第二段呢，有说定生恶趣，然后因此呢，定生欲界，这是第三种说法，处所不定。所以严密呢，就比较客观，说呢 有可能是欲界的恶趣，或者是呢欲界的地狱，那也有可能都不是，只是欲界。那疏义也特别去解释最后那两句，生比周生天后业，我觉得他解释蛮好，你注意看了，如此间人先于此造天业，先造生天的善业，后来造的是北俱芦洲的人道的业，那人业呢，北俱芦洲的业比较强，原始业强，所以呢次生就去北俱芦洲受报，生报其受，然后呢受彼国矣，就是北俱芦洲也是呢好像是1000岁、1000岁啊，受彼国矣，命中然后方生于天中，就接着下来就到天界去。为什么？因为他先造天业啊，只是呢欲单越北俱芦洲的业力比较强，先受比先造得天的业报，意思是说此人先受北周业果，后报方受天果，今此无想天有情也是这样，设以先生无想天，死以后报生于异界，以于先时有欲界的业，是因为是这样。所以等于呢俱舍论举的是比较不错的例子，然后呢此意意云之必生欲界者，如云如俱舍说云，此外道从无想天末必生欲界，何以故？以前修定之时必造欲界善不善业，两边都有善业可耳。为什么定前会造不善业？你怎么知道？但怎么不会？因为它是外道，外道邪见生故，所以他修定很认真，但是他的脑袋里面认定呢，我无想天就是涅槃，所以你看修定时便谤四种无涅槃，知己所觉以为常胜，由此善不善业，比天末以定生欲界，于欲界中呢，有可能生六欲天，有可能生人中，有可能生地狱中，都有可能。好，所以这个是引用有宗的讲法，然后窥基大师说今此不同，有什么不同？彼为生报，也就是说俱舍论讲的呢只是次一生，生报就是次一生，可作是言，此通后报，如何必有欲界顺后受业呢？一样，那个逗点要拿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要只有讲生报，我们讲的是第三生，生报就是第二生，今生修
修无想定，来生修生无想天，这是生报。哦，那无想天结束之后呢，哦，那个就是后报。哦，那么后报为什么一定有欲界的顺后受业呢？故知生彼既通，身后不定啊，身后不定啊，啊，明命中已生下三定及下欲界，皆无有事，都有可能啊。你怎么说他一定不可能生下三定？或许他之前也真的成就无想定之前，也有成就的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的定啊。那那些定难道不是不能够感果吗？他也是因为修到四禅天，然后再改修无想定，他前头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也修过啊。你怎么说他一定会到掉欲界呢？所以他说生下三定或者是下欲界都可以啊，没有过失啊。但是他一定不会是往上升，因为未曾修故。可是生彼定中的下三天，哦，那个浮生天，浮生天跟云，云什么？啊，浮不是啦，不是浮云天，就是那个四禅天里面广果天嘛，啊，哦，这个浮云天、浮生天呐，啊，浮生天呐，啊，哦。所以他要生无云天、浮生天、广果天也不是不可能啊，更无私也。窥基大师的意思是这样，哦，也就是说这个俱舍论讲的太肯定了啦，一定到欲界不一定啊。难道他前头修的定都一点都不会有后报吗？生报是无想天，可是接下来无想天结束以后，那不可能下面的定吗？不要讲的那么肯定，一定到欲界啊，不赶快哦。好，那疏一眼就是解释这个啊，今此不通者，即显大圣不通小圣也。为小圣即无想天，必次生报即受，何以故？笔记云：修定时必更不退。哦哦，他从另外一个点去说，疏一眼从另外一个点去。其实窥基大师呢并没有像疏一眼想这么多，他只告诉你说他要升到无想定，他证得无想定之前，他一定有修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所以无想天结束之后，难道不可能往下到这些禅天去吗？不是不可能的啊，哦。可是呢现在疏一眼呢他的一个讲法是这样子，修定时呢一定不退，所以死后生彼天，所以为生报，后报必生欲界，可得如是说。哦，那大圣不尔呢他把它按定在这边，修定的时候有退不退，一直进步上去可同前说，可是你修一修会往后退，退者生不定啊，哦。其如何？为修定时若有退，死后或生欲界，众引现前，那个比较重的业力引导他们去啊。既得定以后，方生彼天，受无想果啊。所以故疏言：此通后报，即隔生第三生了，啊。第二生是生报，第三生是后报。所以既然讲通后报受果，不可说于无想天末定生欲界啊。欲界或可无后报业啊，可能没有欲界的后报业啊，啊，故知生彼天既通，身后不定，是小圣别也，啊，但是他没有写得很清楚，说那不退是，哎，那会退是退到哪里，啊，他也没有说，他只是说会退，那就有可能呢，你就会停留在这个初禅定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之后你才又进步到无想定，哦，或者是呢你退到二禅定，那这时候你的初禅定、二禅定那些定难道就不会形成你的后报吗？哦，所以他强调的是
后报呢是不定、哦、那么这个云何名不定，为此人虽先得定后实退，先修定，定虽是无想天因，以退是故，一向而不受果，叫做不定。以次生中定不受无想果，叫做不定业、哦、他写的模模糊糊。我们这么说，你现在开始很认真的修定、哦、如果你一直进步进步进步，到最后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你就刚好在无想定。所以你是用无想定而结束生命的，你当然是到无想定去。但是如果你在这中间当中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到无想定，后来退退退退退退，退到三禅，退到二禅，这时候你 生命尽了怎么办？当然是你临终的时候那个最后的状况决定你申报。你不可能因为你曾经证到无想定，然后呢你后来退了，退到二禅定，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还可以用无想定的功力升到无想天，不可能。因为临终尽串习、哦、所以他讲的退是指这种情况之下。只是说他为什么最后还是到无想天去呢？他虽然退到二禅初禅，他又用功的加紧用功的到无想定的状况，终于呢在无想定的状况之下生命结束，升到无想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后报就有可能还回到了三禅天、二禅天、诸禅天，也有可能回到欲界天。哦，这样一想你就想通了。哦，否则你看这些文字感觉还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就是用临终的时候你是哪一种业是最重的来做决定你的申报是在哪里。更何况你是用定，那个力量都很强，你临终在三禅定，你一定是在三禅定。那以此类推，临终是在尽业净土的业，那一定是生净土。 好，到这里结束。下面呢解二定、哦、先稍微交代一下、哦、你看那个倒数第五行，这是五二，那五出在哪里？一四四三第一行，他先解无想天，因为是无心无畏、啊、总共有五个，无想天一个，无心定两个，无想定、灭尽定，再来呢就是睡眠跟梦觉、哦、所以现在无想天解释完了，接着呢 解释无心二定、哦、所以回到一四五一就讲这个。那无心二定就是哪两个呢、啊、为无想定、灭尽定，这两个状况具无六事，故名无心、哦、那么我们先把它解决掉，这些数据的文字其实看起来很多字其实 很简单、啊、下面解第二、啊、解二无心定，其中初解后别解，别解就拆开，先解释无想定，再解释命尽定、哦、那么解第三句的诵即无心二定，就是解释三十诵的那一句诵文、啊、用无心放在这里，包括无想定、灭尽定，包括无心睡眠跟无心梦觉、哦、但是呢为什么要强调无心二定，是因为呢睡眠梦觉皆通有心、哦、所以无心这个字特别把它做标示鉴别，这两个定一定是无心。所以虽然重复呢论颂文的一句先解这二定，原因就在这里，翻过来一四五二，以四位具无六事，包括睡眠跟梦觉
六事都不起现行，叫无心。不言唯于无想天无心，所以灭尽定也无心哦。啊，无想定、灭尽定也无心，不是只有无想天无心，但彼唯有一处，无相类法，故不言无心。这话什么意思？无想天只有一个地方，哦，无想天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其他跟它相类的，所以无想天不需要特别标示无心。但是定里面要定有通有心定、无心定，所以定一定要特别标明无心定。那一样睡眠跟梦觉也通有心无心，所以他才会写此下四位有难有心，故须简也啊。那么书一眼这边呢，就有特别解释这句话啊。你看无想天唯有在广国一处有无想天，不同于处，所以不需要用无心去做简别。可是其他四位的无心，就有的情况之下是又有心。你看有有心二定，有心二定就是呢，有心二定干嘛要讲有心二定？初禅、二禅、三禅都有心啊，这为什么是有心二定？我觉得他用字有点错误啊。禅定有那个有心的啦，啊，那睡眠梦觉也有有心，那个梦觉不是玩那么极度昏迷了哈，昏迷指数没有那么低了啊。那现在特别讲无心减去有心。故言及无心二定、无心睡眠、无心梦觉，然欲界人中多分由此年时，故有无心。我看不呢，什么是年时？莫急，吃多了会好睡哦，会睡到沉睡哦。啊，那个人赶紧来吃莫急的。哦，不是吃安眠药啊个吼。啊，然欲天中，欲天哦，亦有少分的无心睡眠，啊，欲界天呐，啊，那等活地狱，地狱里面只有等活地狱，只有少分的无心睡眠，其他的地狱就无可能给你困，困都无法都受刑啊呢，所以只有等活地狱，为什么呢？等活地狱为什么叫等活地狱？真的是。苦到哈，受刑苦到昏了，可是凉风一吹醒过来，这样叫做等活地狱。那《菩提萨摄利广论》里面论里面就说，为什么你还可以吹到那一阵凉风？你过去在行恶业的时候，多少还会有一点点善业，所以你能够在等活地狱能够吹到凉风，是因为你还有那么一点点善业哦。然后呢，无相类法，课本的无相类法是说那个无想天没有跟他相类的，如果其他四个呢啊还有类似的东西哦。好，所以先把这个解决掉，下礼拜就开始解释那个无想定哦。好，请各位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通生极乐国。